请收看卫星世界咱岛的风水。死亡善知识，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本宗门是以《易经》、心法、风水学、佛学、法家各种思想融合为一，因为一切万法都是每一个人内在心灵本来具有的智慧。在地球上各个地点不同的因缘、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当然有不同的人生际遇，或是不同的得与失。所以鬼谷先师他也是在当时是教育家，门下弟子有108位，在云梦山开课，授予各种的思想，让众弟子们了解每个人内在本来的大智慧。在鬼谷先师道家慈航在台湾以他的爱心慈悲愿力，本人天人合一，在台湾成立了宗教方面的易经大学。我们有那么多的同修弟子，有了博士、硕士、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医学家等等呢，也都在鬼谷先师的爱心之下花落不同的智慧来服务社会大众。所以本宗门的弟子们有各种不同的善知识也大家共同汇聚一起来了解、来参研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易经、风水的妙法。我们接着呢，我们由我们的门下弟子来跟各位介绍，告诉各位他学到的精神，他学到的过程，我们愿以这一些各种的过程经验呢，来供养、来布施给各位，大家一起来，共同分享中华文化的精髓的法喜。我们大家敬爱的师父。阿弥陀佛，及在座的各位讲师、各位法师、各位讲师，及修道同修及知会长，大家阿弥陀佛。我也会紧张哈，因为来的路上本来不紧张结果我们一位讲师说，我问师姐你今天要上台演说我开始紧张到现在哈。首先在此感恩。我们诸天圣神佛菩萨的护佑，王禅老祖师尊的加持，及我们中门混严禅师师父的普利众生，更感谢
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啊，有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今天才成就了我，造就了我啊，有师父苦口婆心的啊，日日月月岁岁年年好，日以继夜的在台湾电视公司好，那么多年来的广传妙法，把心法传到世间上啊，普利在我们人世间很多需要帮助的家庭啊，诸如我的亲朋好友来说，很多不健康的利用我们的经易经心法的妙法得以健康啊，事业不顺的得以顺利，家庭不和睦的今天得以平安啊，师父的慈悲心悲天悯人好，日以继夜啊，不辞辛劳在电视上把我们易经心法好传到我们每个世间的家庭来啊，我们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有我们的无畏师的支会长，还有我们所谓修道同修们一同来，要完成我们唯心中的志业，我们要广传妙法到世界，到三千大千的世界，到每个地球，造福每位家庭啊，我们从师父的手中传了这盏传心灯，好，能够给人间幸福吉祥，给大地好幸福美满，然后从我们中门得到了这盏传心灯，照亮无明，照亮世间，给我们人类有很高尚的智慧，好，无助的心灵得到安详，得到快乐。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莲花灯一盏又一盏的传给我们在座的每位修道同修及所有的知会长们，发心的无畏师的把我们净土功德会的这块大福田每一个分享到自己的手里，带回家里去，然后种到我们每个人的亲朋好友之中，能够再把我们师父的妙法传遍世界整个地球。好，我在此非常的感恩这个法门能够让我真的是易经心法妙难闻，今天得以闻，好，我今天又能够学到无畏师在此福田上种了一些福田来造福我的家人，我的亲朋，我的好友啊，我也期盼这份心灵能够与各位一同的来分享啊，愿天下人皆能够同沾法益，得离苦好，得安详，得快乐，得无上的智慧。我在此祝福各位幸福美满，阿公祝福，祈求师父身体健康，能够岁岁月月年年的把易经心法传到我们全体宗门的同修，然后支会长把这种莲花灯传出去，好，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弥合中的七彩莲花灯就这么从今天传到各位的手上，再传到三重世界系每个地球，插满我们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旗子，有了这个旗子，这块福田，我们得以把妙法传到我们每个家庭。我在此祈许各位一同分享我的心灵，阿弥陀佛，祝福各位福慧增长，好，广结众生，然后吉祥与如意顺利，祝福师父身体健康，阿弥陀佛。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各位死亡善知识，各位朋友，王府将相，贩夫走卒，众生一律平等。人有分的世间上的各种享受名和利有高低的不同，但是我们在法的修行学习就没有分王侯将相贩夫走卒啊。本宗门为心宗易经大学和鬼谷子学士研究会是同一个体系，我们易经大学结业以后，我们就归在鬼谷子学士研究会，大家共同利用时间来研究古圣先贤
真理、妙法、大智慧、中华文化的精髓。所以本宗门好汇聚了王侯将相、宦夫、种族，大家都平等的在履行的每个人的天命和任务。鬼谷子学习研究会我们成立有4年，这4年之中呢，我们对中华文化、对鬼谷子新华啊，对中华文化、易经、风水的弘扬，好、啊，有很多很多的贡献。而本鬼谷子学士研究会，好、啊，我们的组织会长、副会长，好、啊，我们的副会长圆道法师。财产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秘书长，啊，圆律法师呢，三宝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对水的方面非常有研究，啊，洪建新洪教授，啊，是岭东技术学院的公关的主任，气管的教授。还有我们鬼谷子学士研究会有372位的研究员会员，大家共同利用时间汇聚一起在研究的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学的妙法，目的是秉真的鬼谷先师好所开示凡尘思语录，好苦海净波涛，也是要我们大家就是不辞劳，秉真至圣鬼谷先师他的爱心教育的本心、教育的本愿，希望将中华文化的妙法传给各位。所以我们接着我们就请啊，我们研究会的副会长洪建勋教授，他来跟各位啊报告他对于易经、风水、佛学的妙法真理啊，简单的将他的心得报告给各位，好、啊、和各位一起共同来分享中华文化华宝易经风水的法喜。钟老师，这个各位贵宾、各位同修，大家午安。在没有讲正题以前，让我介绍一个我的好朋友邱教授，邱瑞忠教授。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举行结业典礼，完全是他的功劳。去年跟我们结缘，为我们办的风风光光，今年又让我们结缘，再次办的风风光光，所以我们再次掌声谢谢他。我们在这里跟他约定，不是2次就够了，我们还有第3次，还有第4次，你要一直帮我们忙报到底啊！刚刚我们听了考试院长的一席话，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如果说我们台湾所有的人都进入唯心中，都来修我们易经风水妙法，我想这个神经病也没有了，这个忧郁症的更没有了。所以我们
要推广我们的这个法，使得社会安定，使得我们生活过得美满。我们现在种子慢慢的传出去了，我们现在在国内已经开了将近240班，这就是我们的种子班。慢慢的，我们台湾就有很多的信徒，很多人都听过我们维新中的易经心法。我想我们台湾就会平静，就会安定，生活过得很好。但是我们的老师并不是只是而已，他想把世界和平大同能够更美满，所以我们今天有在座的35位从15个国家来修法的同修们，希望你们将来学成以后，把我们的心法妙法传到世界各地，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都非常的健康、愉快、幸福。最后我告诉你们，今天在座的在这里维新中的师兄们，我们都有福，因为我们进的寺庙叫做仙佛寺，就是将来会成仙成佛的寺。所以我在这里最后祝福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仙成佛。谢谢。30年如一日，弘扬易经。各位死亡善知识，各位朋友啊，大家聆听了我们的同修学员弟子的心得，我相信各位也有不同的见解。好，我们这个法门是弥补大家成年以后到最后一段路程的学识智慧的补充啊，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续缘习缘结未来生的缘的一个妙法啊。我们也很欢迎各位有时间呢多参与我们这个法门，我们这个妙法易经大学易经心法。好，我们本中文的学校是在全省各地，以台湾为学校，以各县市为分校，以各位的家庭或是各借用的教室为讲堂教室。这是本中文本着弘法利生妙法普传啊，我们这个精神啊。接着呢，我们欢迎各位啊，继续来啊，听听我们弟子们在全省各地学习妙法以后啊，他们各位对法的心得和法喜。敬爱的师父，阿弥陀佛，各位贵宾、长官，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台南先修一班结业，目前是第七届的学员，我叫做卢敏秀。回想伫几啊年的时间，伫电视看到师父弘法，我初次接受到这个法门。过来伫民国88年，伫台北办事的变机会，我就到台安市。迄一日刚好是台安市安座的日子。我想这个机缘是非常非常的殊胜。我伫这个期间接受到老祖的加持，圆德法师的照顾，甲
严德法师的照顾甲指导，因为伫即个期间，我遇到足侪家庭的困难，我自身的痛苦，我伫遮非常的感谢，会当多做来加庇，来护佑，诸佛的法门来互我得到安静。回想伫台南市的时阵，迄阵遇到师父甲我开始讲，台南南部是三年后较有接到即个法。我伫迄阵的时阵，看到因的学习，我非常的欣赏。我希望会当早一日来接受到即个易经的课程。终于伫民国九十年，师父指派到圆信法师伫台南开课。迄一日，我会记是一个台风天，我真欢喜，真欢喜去报名。一路过来，圆信法师的慈悲佮耐心，牵扯着我，指导着我，予我心情进入非常平静，有着代志袂像以前安尼恐恐慌慌，感觉逐时都无平安安尼。所以，即个法还是即个法门的殊胜。予我伫虽然以前有咧上经，有咧念佛，师父以前也是，拢开始讲，记得讲咱得爱念经念佛。可是我感觉伫还未接到这个课程的时阵，我念经念嘛足袂平静，足无信心嘛呢。目前我会当以足欢喜的心情去上经，去念佛。去面对代志，回想到民国九十一年的过年，师父送我一对联，名与沧海修真道，所依报缘太极门，阴阳顺逆化天理。我即句对联一直记在心内，迄阵接到对联的时阵，师父跟我讲。你有伫太极门吼，我迄阵表面上无着迄阵初见，就讲哦，师傅实在真正牛，竟然知影我伫太极门有学过，我阵错一滴。但是我一路行落来的体会，师傅毋是干那呢，会牛会厉害尔，竟然予我真大驾驶，因为这个真道就是太极门，太极门就是心。就是师父即马讲的，要予咱的心，佛就是心，是道。所以我认真来念佛，认真来行着咱做着咱人生本分的代志。遮好的法门，我遇到人，就去甲伊讲，甲伊报伊知影，互伊去接受着。因为我想，有人的心的平安，则是有。世界的太平，我希望今仔日的结业，毋是只是一个过程尔。正好法门，咱是生生世世的，生生世世来去对着师父的脚步，认真来学，认真来过一个每一日的生活，安分守己，步步踏实。人人的心平静，人人的心安，安尼就是世界太平的日子。我伫遮祝福今仔日，恭喜今仔日结业的师兄师姐，非常紧张。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因为黄师兄师兄伫。礼拜五临时给我通知我嘛唔知影要讲安怎样，不离个我今仔真心是讲讲，咱的好，咱的美，甲报予大家知影。我想，咱大家拢水，大家拢心拢安，安尼就是咱追求的世界大同的世界。阿弥陀佛。